妙法莲花经法师品第十。尔时世尊因药王菩萨告八万大士：药王，汝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、龙王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与非人，即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求声闻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佛道者，如是等类，行于佛前，闻妙法华经，一偈、一句，乃至一念随喜者，我皆与受记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告药王：又如来灭度之后，若有人闻妙法华经，乃至一偈、一句、一念随喜者，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若复有人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《妙法华经》，乃至一偈于此经卷，净世如佛，种种供养、花香、璎珞、墨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增盖、床幡、衣服、祭月，乃至合掌恭敬，药王，当知是诸人等已成供养十万亿佛，于诸佛所成就大愿，悯众生故生此人间。药王，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，应是是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，何以故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《法华经》乃至一句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种种供养经卷、花香、璎珞、墨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增盖、床幡、衣服、祭月、合掌恭敬，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，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，当知此人是大菩萨，曾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哀悯众生，愿生此间，广演分别妙法华经，何况竟能受持种种供养者。药王，当知是人自舍清净业宝，于我灭度后，悯众生故生于恶世，广演此经。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《法华经》，乃至一句，当知是人，则如来始，如来所遣，行如来事，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。药王，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现于佛前，常毁骂佛，其罪尚轻，若人以一恶言回子在家出家读诵《法华经》者，其罪甚重。药王，其有读诵《法华经》者，当知是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，则为如来坚所贺胆，其所至方应随向礼，一心合掌恭敬供养、尊重赞叹，花香、璎珞、墨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增盖、
床幡、衣服、摇转，作诸祭乐，人中上供而供养之，因持天宝而以散之，天上宝具因以奉献，所以者何？世人欢喜说法，须臾闻之，即得就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若欲住佛道，成就自然智，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，其有欲极德一切种智慧，当受持是经，并供养持者，若有能受持妙法华经者，当知佛所使，悯念诸众生，诸有能受持妙法华经者，舍于清净土，悯众故生此，当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，能于此恶事广说无上法，应以天花香及天宝衣服、天上妙宝具供养说法者，无灭后恶事，能持是经者，当合掌礼敬，如供养世尊，上传众甘美及种种衣服供养是佛子，既得须臾闻，若能于后世受持是经者，我遣在人中行于如来世，若于一劫中常怀不善心，作色而骂佛，或无量重罪，其有读诵持是法华经者，须臾加恶言，其罪复过彼。有人求佛道，而于一劫中合掌在我前，以无数偈赞，由是赞佛故，得无量功德，叹美持经者，其福复过彼。于八十一劫，以最妙色声及与香味处供养持经者，如是供养已，若得须臾闻，则应自心庆：我今获大利，药王今告汝，我所说诸经，而于此经中法华最第一。尔时佛复告药王菩萨摩诃萨：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，已说经说当说，而于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。药王，此经是诸佛密要之藏，不可分布妄授与人，诸佛世尊之所守护，重禧以来未曾写说，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怨疾，况灭度后？药王，当知如来灭后，其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，如来则为以一复之，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。世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、诸善根力，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，则为如来手摩其头。药王，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，皆应起七宝塔，即令高广严饰，不须复安设立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来全生，
此塔应以一切花香璎珞、增盖、床幡、祭乐歌颂、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。若有人得见此塔，礼拜供养，当知是等，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药王，多有人在家、出家、行菩萨道，若不能得见闻读诵、书持供养是法华经者，当知是人为善行菩萨道。若有得闻是经典者，乃能善行菩萨之道。其有众生求佛道者，若见若闻是法华经，闻以信解受持者，当知是人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药王，譬如有人可乏虚水，于彼高原穿凿求之，犹见干土，之水尚远，施工不已，转见湿土，遂见至泥，其心决定，之水必尽，菩萨亦复如是。若未闻未解，未能修习是法华经，当知是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缘。若得闻解思维修习，必知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属此经。此经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，是法华经藏，深故悠远，无人能到。经佛教化成就菩萨，而未开示。药王，若有菩萨闻是法华经，经疑不畏，当知是为心发意菩萨。若声闻人闻是经，经疑不畏，当知是为增上慢者。药王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如来面后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者，于何应说？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入如来室，着如来衣，坐如来坐，而乃因为四众广说四经。如来室者，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。如来衣者，柔和忍辱心事。如来坐者，一切法空事，安住室中，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四众广说是法华经。药王，我于余国遣化人为其即听法众，亦遣化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听其说法，是诸化人闻法信受，随顺不逆。若说法者在空闲处，我时广遣天龙、鬼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等听其说法。我虽在异国，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。若于此经忘失俱斗，我还未说令得具足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欲舍诸懈怠，应当听此经，是经难得闻，信受者亦难。如人可虚髓，穿凿于高原，犹见干燥土，之去髓尚远，渐渐湿土泥，决定之净水。药王，汝当知，如是诸人等不闻法华经，去佛之甚远。若闻是生经，绝了生闻法，是诸经之王，闻以地思维，当知此人等
尽于佛智慧。若人说此经，应入如来室，着于如来衣，而作如来坐，处众无所谓，广为分别说，大慈悲为室，柔和忍入衣，诸法空为坐，除此未说法。若说此经时，有人恶口骂，加刀杖瓦石，念佛故应忍，我千万亿土现尽坚固身，于无量亿劫为众生说法，若我灭度后能说此经者，我遣化四众比丘、比丘尼及清净侍女，供养于法师，引导诸众生，即知令听法。若人欲加恶，刀杖及瓦石，则遣变化人为之作卫护。若说法之人独在空闲处，即寂寞无人声，读诵此经典，我耳时未现清净光明身，若忘失章句，未说令通力，若人具是德，或为四众说，空处读诵经，皆得见我身。若人在空闲，我遣天龙王、夜叉鬼神等为作听法众，世人要说法，分别无挂碍，诸佛护念故，能令大众喜。若清净法师速得菩萨道，随顺是师学，得见恒沙佛。